企业十八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，各路好手比较高下，抽奖活动趣味影片，请锁定 Top Sports YouTube 频道。2022年10月15日起，全赛季现场直播。球扣得好，守得更好，谁的？小高这球也是漂亮啊，直接啊 ，K 啊！哇，这个球打的是啊，这个霸气十足。对，而且球队的气势通常都是在这种防守反击之后来营造出来的。14-12，差两分。过头了，这个是太阳神的机会，直接处理。啊，好球，小高。就直接不等了。哇，小高看小高打球是很赏心悦目的，就发现他伸人在空中伸展开来之后，还在伸个懒腰之后把球轻松的就他跳上去，你会觉得你到底什么时候要下来？对，哇，打到他两个身上，这个球他们打到身上。哇，这个球感觉上好像是两分起一次算回来。林奕辉这球被救起来，修正过来，小高直接打一个弹跳，好球。可惜。其实当然有一时候有趣在于就是说，当然你让对方气势现在打上来了，所以当然对乒乓台的人要加倍的付出啊，才有办法把对方气势给压回去。没有错。一般来举球这部分呢，其实当然黄伟成跟队员们的搭配其实也相当的纯熟，然后受伤是带伤上阵，而且身材条件非常好，很高，然后整个在篮网的上面也一定有一定的身材优势。哇，现在男排当然就是强力发球了，那每队都有，而且你说屏东台电男排也是一样，就都是强力发球。刚刚许文成几次发球，帮助防守创造出一些空间，哦，高一点点这样。对。守住，前面是拦道就是的，但两个人拦网中间还是有空隙的，还被小高高伟成攻击的得分。台中太阳神的三剑客，包括了吴中轩、高伟成以及焦全成，他们三人的表现都非常的稳定，是上手的接发球，小高航空飞起飞。一般会不会攻击手大爆手喜欢自己接自己攻？要看跟举球员配合。对，但是基本上哦，我相信不会有攻击手会自己想要接。啊，这个边陲地带李全红的一个强攻啊，这球就打不穿了啊，两个人拦网直接拦得死死的。对，这个角度也拦网的手，然后来做一个转体的动作。嗯。哇。小高照这样子打的话，那真的就很难守啊，很难守。这球是修正球，打得也非常精彩，哇，刻意从打了一个长线。好，这就不敢放，只能够打修正了。哎呦，小高啊，真的是完全是哦。哇，这个打得真的很漂亮，这个完全是这种修正球是最难打，因为那个球是从你的后方修正回来。是。救到，还是可以拿回来，再来这一波，再给，好球，小高，终于感觉哦，有一点点找回他平常具有的一个水准哦。还有，哇，好球啊，小高有点活回来了。是。那我们在一开始也讲到，其
成也他，败也他，所以他真的是球队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哦。哇，硬锤，这真的球真的是硬锤啊！不过高伟成现在状况确实有提升一些啊，所以他的整个攻击火力跟那个信心度也比较高。哇，想到聪明，对他跳起来之后，趁我们云林美金龙这一边的快攻手还没有来得及并过来的时候，选择一个斜线的一个进攻。呀，这球几乎没有打好，好球！哇，真的是！美金龙要赶快稳住阵脚，因为这一轮刚好要遇到吴宗轩的发球。小高再这样打下去，待会比完赛要去检验一下。哇！好球！今天一上来，可以说小高的手感是不错的哦。哎呦呦！是一个打饼，还好扶一下。还有。拉高点，好，这个就到，有了哦，小高这一分让他狠狠的从后排完成了这一分，这一次的攻击啊，一股怨气啊，前几的一个优势，哇，这球还是没有接好，哇，小高真的是个人的那种。他顺起来的时候，他那个球是又快又狠。哎呦，小高这个发球，哇，112的时速啊，破了刚刚的记录。哎呀，小高这球真的是幸运之神站在小高这边。这个爬进去哈。哇，小高今天有一个新造型，而且一开始是打得很嗨啊。这终于刚刚又是一个相当技巧性的一个出手，好，这球这球雷诺，我就这样子就顺位了，对，哇，还有没办法了，但是被拦到了，对，因为现在两只攻击者都是左手的，雷诺在四号位置，哇，被抓死手。不，当然，就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点，就是你真的去看钢铁来讲，真的辛苦在于说，他真的没有什么中间的一个快攻一个搭配了，所以说，哇，大家都很用力在跳，哇，小高这个球惊驾你，哇，飞起来了，真的，飞在空中，12-15。好球，哇，这球机会来了，破坏掉，再直接的得分啊，突如其来的一个放短，收到了效果，13-15，哇，这个球也让有点慌乱的连庄喊暂停，差两分，小高今天这个打得相当的稳啊，到目前为止，而且在这个四号位打这个touch out也打得相当的扎实哦。有动他就动力打进去，没有动的话那就。想要参加抽奖吗？想要知道更多弃牌资讯吗？现在进入弃牌官网，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，勾选我已经阅读，立即加入。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，输入验证码，填写会员资料，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。加入弃牌会员，更多好康等着您。